不会，佑胜可以控制好。佑胜，刺拳，刺拳偶尔刺一下，你要把距离拉出来啊！深呼吸啊，继续啊！好了，可以了。不要打同个点就好，让他练不到，把他让他练完这一回，他体力就会好了。后手。对，距离到后手轻松丢就有了。啊，万兔也是啊，万兔。爸爸，对啊，不用太快，放松一点。手拿高，头低下来。今天运动量超高，你打点脚步，我要哭啊！不是，我们今天换女教练。可以。嘉伟，对。嘉伟都被打到不敢来了。对啊。我今天怎么没看到嘉伟？嘉伟昨天打给我啊，他说：“他说我今天有事情吧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常常有事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因为工，然后就不讲，就错气声了，就离线了。”因为工好。我立刻打你家伙，他挂掉之前还饿，然后他饿到一半就按掉。对啊，你在嘲笑家伙的。手不要推，你看你又推了就被打到了。你是波跟挡跟闪，不要推哦，不要推。快结束了，加油！20秒左右。值得啦，你看你勾的就打不到人。哎，你勾拳做10次是打到1次而已，哎，你直拳做10次就打。